七彩粘土，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颜色，而且还会不灵不灵的发光呢。哇，听着就很漂亮。那个七彩的粘土在哪呢？让我看看呀。就在钥匙的桌子上呢，等等等，走。你们快看我的七彩粘土了，在哪儿啊？我没看到呀。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嗯，我看像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七彩粘土。我说有就有，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那粘土在哪儿呢？我都没看到。就是难道我隐身了？哇，肯定是有人偷走了我的七彩粘土，我必须要找到这个人。测谎仪？没错，这个就是我自制的测谎仪，只要你们把手放进去说谎，它就会发出警报声。可是这测谎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又不是我们拿你的粘土。是不是你们拿的测一下就知道了？你们两个谁先来测呀？你先来吧。那行吧，我来就来，把手放进去。放就放，谁怕谁呀？没想到不是我拿的。小白，我还没有问你问题呢，重新把手放进去。谁让你不走了呢？再放一遍。我的粘土是不是你拿的？不是。测谎仪没响，还真不是你啊！我都说了不是我。大虎，该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测谎仪底部有芯片，你的手要碰到芯片才有效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！我把手伸进测谎仪里面，它响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不就是证明是我拿的了吗？哎，有了。我把手不碰到芯片，它就不响了呀。怕火响了，赶紧放呀！啊，好，我要开始问了啊！我的七彩粘土是不是你拿走的？粘土啊，不是我拿的。哎，还没响。是吗？你们两个全部把手伸出来。伸手，伸你伸呗。伸呗。怕火，我的七彩粘土就是你拿走的。怎么是我拿走的？盒子，那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呀？盒子虽然是普通的盒子，但是我在盒子底部放的有亮片，小白手上有亮片，而你手上没有。那能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怕虎心虚，不敢碰到盒子礼物，所以拿粘土的人就是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胖虎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说粘土啊是我拿的，不过我可没有给你弄坏，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。藏起来？你为什么藏我的粘土呀？我就看你粘土太好看了，想拿回家，明天再还给你呢。不行，现